子是否轻忽流逝，心灵是否恍恍惚惚，生命的轮轴中在来去之间，我们一直苦于忆念那些过去，忧虑那些未来临的，我们见不到万物是不断的变迁，我们一直苦于忆念那些过去，忧虑那些未来临的，我们见不到天地是不停的流转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。日子是否轻忽流逝，心灵是否恍恍惚惚，生命的轮轴中在来去之间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。一字一分诀，则能精进不懈，明了了的看清了一切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，只要心安于当下，则有觉醒的心灵，只要及时的关照，则是心觉的生命。